一咱组同志，哦，现在开播，拿手机直播吗？你下播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刚进播。哇，怎么还没进播呀？没进播。你们咋回事啊？我左脚刚走完，你们右脚就坐回来了。你要外卖了吗？没有。你先充个电啊。还有那个线不？楼下有，你先弄好拿上来就行。楼下有，我去拿。你先弄，我去拿。能不能拿个白叉上来啊？你这个等一下，我去那边找去。我那边白叉很难受哦。林哥啊，干嘛？直播睡觉吗？干嘛？要不我直播睡觉怎么样？不行，不得行。他们叫你直播吃饭。好了。对啊，回来了。我要先充自己的。我没有困呐。你让一下，你让一下。空调开一下。你让一下，我转个圈。卡不卡？不卡。就这样。先自己，然后能不能充这个电？哎，等一下，他充了，对，他充了。转着呢，电。他充电还有。你先这样唠会嗑嘛，等下到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们。就叫我这样拿着唠嗑。你开播了吗？没啊。那12:50。你开电脑啊？干啥呢？对啊，我流汗了呀，我出汗了。你们下次走的时候记得关空调。还得配个粉色声音。没有猫。猫在那边。你不用举了呀，你就像它那样放着。没事，我充了电呢。你举的累不？哦，这样还好。没有。司马懿要出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我手机在哪？不知道。你谁看到我手机了？我不知道。昨天晚上。你能起来一下，看我手机没有？没有。他在北京，我在成都，我能干嘛？你们说。哦，找人。还要吹空调，这你来吗？我吹空调。这多少度啊？17度。我咋感觉还没昨天冷呢？对，我要录条微信，他说叫爸爸，我说一巴掌，他说他发了个问号。大哥，他就不理我，开播。对，刚好现在，你们四个是抽签还是你们自己石头剪刀布？随便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来，阿扁，过来。哎，他没有截。什么没有截？他没有截图。站好。我是这样说的。我微信聊天记录作证。他不能反驳。来，你们石头剪刀布，开始啊！来啊！你们四个石头剪刀布啊！打稿。石头剪刀布啊！然后呢？你先搞了再说，快点。拿。你在干嘛？这个人不干嘛？不是。在弄的啥？怎么分啊？不是你先石头剪刀布嘛？然后呢？你又不说怎么分？赢了的挑对手。那是咋赢啊？你先赶紧嘛，早晚会出来的。快点，你这阿扁。走。哎，他最后一名，他没资格挑，有你们三个。失去了理智已经。他没有人权。啊，你赢了，你挑个对手。我就屌兮兮。我两个。
你为什么去挑他？你觉得他最好是挑我。哦，那行。看你们得不得劲，就你们得劲，还是他怎么自己？得劲。今天下午搞什么？就待会儿12点开播以后。就唱五位舞。就群里发链接。还是？不得劲，什么意思？哦对，群里发链接，你们两个同时点的时候先别点发送，然后你们两个同时点发送。OK。懂不？爱的全体成员，今天不这样吧？万一有的手速快，有的手速慢，跳舞，没办法。不脱衣服，其他都 OK。今天下午您是？对，就三个。今天下午，看你们得劲还是西西的粉丝得劲啊？不脱衣服，不唱歌，不跳舞，其他都行。和蹦迪，西西带四个粉。我也觉得你们可以亲，但是得劲不行。输了没事，输了好像是我的问题。北京输了要我们唱歌跳舞。相信自己，要有自信，好不啦？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唱征服啊！你输了，给你唱征服。我不跪下来给我唱。他们给我提，不是你。可以吧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能不能看？等会啊，能不能下播去洗澡？可以啊。先别吵。除队员外，评分最高的可以有吐钱，让他们私聊群管理，然后你们发给我。嗯，算了，这个再说吧。直播洗澡，那别啦。我听伪装说过妲己的那个音，骚的鸭皮，不是固定，骚出了一种天。发链接。我说可以报。输的最多的。对，可以打电话。接受。谁家跟最多搞活动去了？不可以打电话。怎么可以？我说给九成打电话。给九成打电话。惩罚又惩罚又不是他们来惩罚你是？哦对。哦对，让赢了的队伍的粉丝惩罚你。对，赢了。不对啊，那也不行啊，因为有很多个队伍，那就让他来。就自己家粉丝惩罚。自己家粉丝惩罚。肯定让自己家粉丝惩罚。让自己的直播间。他问我在杭州吗？惩罚。我在。然后，队员选的英雄随机。什么随机啊？弹幕。那随机个站点，随机个那个什么。好啊，可以表白。到时候我直播的时候，我打个电话给曹志胜，才会赢过这场。表白你，我爱你。结婚哈。我们给我点正常英雄玩啊！不用了，给我玩兵，给我玩法师吧，行吧。法师这边随便一个都可以，挺害羞的。就是他们，待会就你们两个打对不对？你的粉丝会在弹幕里告诉，就是发一堆英雄的名字，我到时候随机截图，你别看，你就随便告诉我一个数字，比如3、5、9这样子，然后从上。我截图以后对不对？不是有张图吗？你随便告诉我一个数字，从上往下数。第几个数字是什么英雄？你就会玩干将吗？懂不？还要粉丝发那个玩什么英雄是吧？对啊。不然那你自己选，你他妈选个你自己擅长的那他选个关羽呢？我操，还有粉丝选英雄啊？那粉丝搞啥妲己甄姬啥的呢？那全是妲己甄姬啥的。他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得玩。他给我搞蔡文。但是位置你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选，就是他给你个英雄。你可以打野妲己。我在想要不要让他们安排你们打哪个位置，就比如说什么打野蔡文姬是。那搞个妲己打野蔡文姬打野那咋玩？打不了，就他们给你们英雄，这个英雄玩哪个位置你们自己定。可以啊。
几大一。就先定好你们玩什么英雄，再点开始游戏，因为这样的话，防止就你的队友已经选了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得劲吧？反正英雄是粉丝定嘛，对啊。然后位置我们随便挑嘛，想打他打他位置嘛。对啊。当然你们要问粉丝，粉丝就是问你的四名队友啊，优先让他们选位置。对。不可能。算了，就让都给我去辅助。粉丝就是上帝，你不可能啥的。让粉丝选位置，可以吧？啊。你这么得劲。我肯定得劲呐、啊。让你们选位置可以吧？他们说请那张手打蔡文姬，很过分的。哎，让粉丝选位置。啊，对啊，我也让。你叫你粉丝给你选个蔡文姬打野，我不想让你给我选，你给我选。你给我选马可，可以呀、啊。哪几个人想抽？就发连击，挑点厉害的，什么荣耀王者五十星，不到，没有荣耀王者五十星不让上车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因为今天可能下午暂时到六点，然后六点，啊这样吧，啊对，到六点，然后六点到七点你们休息嘛，对吧？嗯。到六点之前暂时这样，然后其中可能会有一两把，我会叫你们先别发链接到粉丝群里面，你们。我们要打一下午的那个吗？哎，等一下再看嘛。然后就是因为，等下就是你，我会到你们那个粉丝群里面私聊你们那个小号，然后你们就单独发给我，因为我发到你们那个房管群里面，或者说，因为你们房管群，让钱马上车，让钱马上车。你想一下，你们天天直播12个小时，人家都看你们12个小时，帮你们禁言什么的，人家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就意思就是说，优先让他们就有一把，就优先让他们上。其他的就正常的粉丝该上上面，优先给房管啥的，第一把就这样嘛，待会第一把优先让房管上，之后的就正常发到粉丝群里面。对，行，因为你们那些房管真的不容易。吃饭吗？吃饭了吗？吃饭。我直播吃饭也行，我就先放在这儿。我可以直播拉屎。哎，我先放在这儿，我去搞饭来，然后给你们直播吃饭，好吧？你先随便放吧，就这样放着。放着吧，肚子有点疼。等我哦。走了。走了。你一定要啊。直播吃饭。订号。我就打饭。我就搞饭，一会儿再过来。大姐，请稍等。啊？动作大了。走吧。不透。
我来啦，看到没？这么大的碗。别吵，我在想。嗯，你在想啥？哎，你是觉得打一下午自定义的话会不会？肯定不打一下午啊。对啊，太多了。肯定。那打五万。那五万以后呢？这么大的碗，五万要出去打排位啊？你们不会累吗？因为就是考虑到你们打一下午的王者的排位，再打一晚上巅峰赛会太累了。累了就休息会呗，再播。那这样吧，就打五把这种嘛。这么大的碗，我是。它好喝吗？哎，好喝吗？那啥、你们不是说我吃饭少吗？你干这么多。那个，你和他。可以啊。能甩吗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五把打完之后还要再给你们换对手继续打。我可以和粉丝一起打。你要涂粉啊？我会让你。啊，那行吧，那这样吧。我咋知道？天人！真的，这个碗比我头还大，感觉。这样吧，打五把你们俩那种对抗的，对吧？嗯。然后。在，因为你这样打了五把之后，不是也有点累吗？嗯，你就自己开个自定义粉丝五打五，你解说。啊，我也可以。这个大妈又送了，那个大妈又送了。对，也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解说的话，解说三把，也就是说娱乐的东西一共八把，八把的话，我算一下嘛。就算一把半个小时，按一把半个小时来算，四个小时。我用这手机看。四个小时差不多到四点，那也差不多。这样你们就不会说打一下午王者的排位太累了。干嘛？有人都说不要解说有啥意思？要解说有啥意思？看看你们的抠脚行为。你们咋回事呢？就不要了吗？最大的碗，哎，你也不用这个了，你直接用电脑开了。这是你 QQ 吗，小号？对。兄弟，属于烫的压力。我也不知道西西为什么。他什么？右手吃饭。他是西西我是右手，你们看是左手。他是西西干嘛？老是黑屏。因为西西，妈的，用电脑直播的呀，兄弟。好兄弟，你昨天又没吐了吧？吐了，就又变多了。本来40万，我60万，然后又变4万了。对了，你们看这反。那个训练机呢？这呢。我直接打游戏吗？不打、你先脱屏再说。能不能放歌啊？啊？能不能放歌？啊？能啊。我拿训练机放歌。能啊，你放吧。好了，做好了。我俩当年渴望的在一起。什么标题？打宁志，屠杀宁志，屠杀宁志的粉丝，屠杀宁志的粉丝，屠杀我，六，屠杀宁志，屠杀志，别，屠杀我就好了，别屠杀我的粉丝。哇，他这个是真强的。让声浪飘在空气里，这粉丝。我们能有点心吗？是他的粉丝，屠杀，别屠杀我的粉丝，屠杀我就好了，屠杀。我感觉好像有点。打穿。张少电脑直播。需要梦想，需要方
像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是来打游戏的，不是来吃饭的。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全是当伤。现在的我需要人。你也想吃啊？那你吃你的，别说干嘛啊你？闭上眼睛，好的，就看到你的字。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，谁能陪我直到天明？你也只用电脑不吧？我就用这个吧，待会再补。省得待会麻烦你，吃完饭你就用电脑了，但是现在先弄了。是是你待会放那么大高，先别高啊，别高，等一下。你们碗里是什么？你脸上你吃什么？就这样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。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，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直播吃饭都要吃。现在的我需要人。你怎么变胖了？我的肉都吃完了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，这样我怎么吃饭呢？你咋把摄像头搞到我这来了？这那谁搞的？阳光，你又把锅甩给我，这就是你搞的。我不送，我很苗条的，好吧？直播吃饭真的好吗？要不我抢你的肉？不。你们在我一个没有吃饭的人面前说我想你的肉，那我也不在乎。你们跑得过我的感觉？我110的意思都没有，我就100斤。看招式，招式千变万化，灵活枪法枪，又有谁能不怕？但我无心冲锋，将你脚飞空中，这还大？我都坐在旁边都不大。人坚定目标，不做无法实现的梦，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，背后人歌颂。若能学得一心半点，包你终身受用。背水一战，看我如此风骚的走位，吊打你们五个才不合我的口味。团灭是轻松推掉所有的守卫，而胜利曙光早就在我前方已就位。Go away， 无论是当看不见，这胜利在尽头，战胜早餐和拿铁。不做匹夫之勇，不成妇人之仁。若非足智，对啊，我就100斤。不信天，不信命，我只信我自己。虽然一生无敌，仍然选择智取。名号国士无双，又有谁能自诩？成为我的枪下王，我一切咎由自取。不信天，不信命，我只信我自己。虽然一生无敌，仍然选择智取。名号国士无双，又有谁能自诩？成为我的枪下王，我一切咎由自取。他不给我抢。大招国士无双，横扫千军，突击后排输出秒杀，破除坚冰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身价有千金，无尽战人一枪暴击，你可得小心。别和我敌对，只会让你疲惫，在我的面前像个小麻花在刚刚买一岁。别去好了，分我一点。
好吗？嗯，好吗？然后让我给你分点菜。是吗？嗯，不要了，被嫌弃了。好了，你手机有电了吗？有了。想了张少爷的肉。你好吗？你们没播呢吗？你看没有吗？哦，六。当然。我想了张少爷个肉吃，我给他饭了，那个谁，年纪的粉丝多吗？你是吗？眼睛都你们知道我是右手吃的。然后打了以后完事儿，你想打什么？你想接打白队的吗？你打白队。那要我成多不了。阿弟，你再给我跟他，你再四个粉丝，他再四个粉丝，你知道？你打五个。你输的多的话，你的粉丝什么？我是右手。他输的多，他的粉丝什么？唱歌什么？你别跟我说你不会唱，不要找这种借口啊！随便唱。看他们点的歌嘛，如果他不会你就唱，不会你就你自己唱一首拿手的歌。我都没唱过。下午五大当时好。你知道我的粉丝？应该会用直播的吧？对吧？安哥多你知道吧？你们能不能记一下自己的账号密码，不要每次都来问我。密码你知道不？我先说。QQ 叫啥？青玉粉丝群，你在你粉丝群里面打个一。我已经说话了呀。和月色打。就是烂吧。不能加你们好友，懂不？能加吗？不能加。不加。有规定不能加。我也不能加，你也不会给他，对，不能加你们微信和 QQ， 你也不能加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有事情在群里面艾特我，啥？没有为啥，就跟你们说话必须隐约在场的情况下，懂不？我现在管群里面，你是我们群在哪里啊？不是啊，我是管直播经济啊，管直播，你直播的事情归我管，其他的事情你是出手了吗？不是，密码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能加你的呀？那我忘了。那我们在路上问小姐微信可以吗？你在出差？干嘛？就跟你打个你。哎，你要在路上，想要别人微信，怎么要吗？你去看一下门口的规定啊。你要微信卡了？那你这人就是人家多。那肯定的啊，为啥你也不能啊？没有，为啥？你不是在群里面那个是吧？对啊，人家就是了，在群里面说不也一样吗？你加我，你想干嘛？你还是我。这样呢？你干嘛呀？我吃饭了。行，你少跟你说。你要谁呢？我要不要太久了。别干了吧。那带点零食吗？哎，你吃了饭你还要吃零食？我喝水。
我也想喝水。有吗？没买。没买。那给你弄一杯。啊？我给你弄一杯。可以啊，咋弄？下面弄一杯。哎，这水啊，吃完为什么还把垃圾丢进来？哎，是现在开始吗？你开嘛。谁的酸辣粉？这够干的水。偷了他一个。这个谁的？海莱斯。别跟他说，你们别跟他说。说了他什么？说加了他一个菜。这个吗？我还有东北。他好像是在我这来了。垃圾可以丢这里吗？然后我准备说带走。你能不能？你越疼。那我先等一下自己过去吧。真闹还是什么？真闹啊！哎，开真闹还是我？真闹的。真闹。不开。然后。哎，那个。干啥？是啥？那五百谁输的最多？你们自己记一下。五百。对啊。他们要打七吧、哎、那个金宇、你给我找个那个号，就那个给最初玩的那个号。最初玩的那个号吗？你给我。为啥？我这个号、哦、英雄不好玩、啊、我找一下吧。 你发给我吧。那个号没法用，我直接告诉你吧。你跟他说一下。那个号没法用。那个号肉呢？肉呢？过来那天我没法打。把我肉给吃。怎样？他把我肉给吃。他吃了。你信吗？做的话还有比赛吗？他不做还忘了。嗯，有肉呢。你这啊？你这肉怎么了？啥？洛神我好像没有了。啊？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帮你吧。看有没有，有的话你就上吧。等一下就成功了。嗯，来走。好了，吃不了了，不想吃了。不是，我今天没胃口。打开房间的，不用断位的，我要英雄满的就好了。工作哪有时间吃饭呢？等你搞完我再吃啊。嗯，平常吃那么多，哪有时间胃口？别说，你给你加进去，我想吃。别说，我来好哦。那就怎么说了？我想一下。
等下子啊，怎么发到房管那去？等一下，3640。那是什么歌？你们的1点钟再发到房管去。爱的魔法。你们现在先正常的发到。快点！有点皮干嘛？在没风的地方长太阳。只有微信的号。没说是谁。你发给我。转发应该有用吧？我看脸了。你吃完了吗？吃完。你吃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饱了。我要困了。你吃了就睡。对，我要走路，坐一坐。好了吗？吃好了，我把你们拿下去。我自己拿。你吃完了吗？你再吃点吧。我吃不下了。那我把你们拿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自己拿。这么得劲，自己拿。那肯定要。那你自己拿下去，你休息一下，然后自己拿下去嘛，然后我睡一觉。你别睡一觉，你别搞。有人进来吗？我吃了贼多。我直接上洛神那号了。青云，你发群里的？对啊。满了，你们要换位置吗？我想知道。啥情况啊？你问啊。不是你队友咋都是王者啊？我想知道。你们有没有要换位置的？啊，算了，不能换位置。啊，等下你问他们有没有？我问他们，他们下面。我去搞电脑直播了啊！我搞电脑直播了。就是那个交换的。我帮我，你帮我搞一下电脑直播。就是，要不我们两个先。混时常要混，我是打野的。啊？让他们发英雄名字，你没资格选。你让弹幕发英雄名字。没弹幕啊。那不是很尴尬？我让他要混像我一样。你想看他玩什么英雄啊？睡觉的主播。你看。忘了。谁开了吗？不知道。马可，开，鲁班。啊。可以吗？谁开了吗？等一下嘛，你看他们聊天窗口说什么。马可。玩啥英雄啊？我想知道。马上去鲁班。鲁班。那你开吧。你们他们想。我不知道玩啥，都没说啊。哎，你们班新选的英雄啊。对啊，帮我选的英雄啊。玩的啥呀？哎，你别搞事情。我们都不帮忙。起来。都不帮忙好吧。好办。你别搞。我们英雄都换了啊。小心心。哎，我都。没事，办。换啥呀？谁能换出来？可以啊，那就元哥吧。哦，元哥。对啊，他们说我元哥啊。哦。我不是累，我是困。我们这边说要进元哥怎么办？不能进，都已经说了，下把再搞吧，好吧。不进英雄。哇，那个狄仁杰啥
不用补贴啊，你找那些没人玩的地方，宁波啥的呀？南京啊，金马。我找一个没人玩的吧。你们是不是说出去了？